收看《王老五开店店》，我是山西省运城市体育舞蹈协会顺风业务团小峰老师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腿部舞的基础知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前进四步啊，左脚起三个，前进三步，四踢右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右脚起后退六步走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左脚前点，来，这次咱们连贯一次啊，慢口令连贯一次，预备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。那这个张灯结彩，一共26步啊，那这个不属于咱们业务舞范围啊，属于大家锻炼的累的时候一个休闲的舞蹈啊，所有没有舞蹈基础的都可以跟着一起学习啊。来，再贯口令连贯一次，咱们用音乐合起它来啊，预备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。谢谢大家收看这次的王老五开店店，喜欢我们的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啊，咱们下次再见。